我现在在北干，这里叫青碧村，是北干最热闹的一个乡镇。然后听说现在大概也剩不了四五户。这里是青蛙灯，上面有一个天后宫，在上面。然后天后宫旁边说有一个蛙神护卫兵，所以他下面有他的子弟兵。然后这边上面还有青蛙的一个雕像，然后这个是乌龟岛，很可爱。这个海看起来好舒服。今天2019年1月31日，天气不错，有点雾。回来南妈祖要回台北，都要看机运，天气好也不一定能回得去，要看他的雾茫。这个是他的公厕，也是做得很美。这里叫做妈祖的希腊小镇，现在几乎都是民宿，不过现在因为东北季风，所以民宿不多，不是旺季。但是我一个人站在这边很漂亮。那我的团员都往上去上面爬，因为我刚才下来上个洗手间，然后一个人在这里觉得好幽静好美，跟大家分享。对，难得有一台车子经过。